们是 SV 零零一，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讲我们的关卡。我要来讲我们的关卡，还有我们理念的连接。然后第一关，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车子，这个车子代表着在工业革命还有科学革命下的对于光和电的新理念。然后前进代表着开创了新的世代。然后前两关，我们的容易会因为氧化还原变成透明的，代表着原本黑暗的世界有了光明，然后有了希望。然后第三关，因为震荡反应，我们的容易会在蓝黑还有黄之间转换，代表着科学家们在克服困难与遇到困难之间不停的做出努力。然后车子继续前进，代表着前人做出的努力的贡献最后造福于我们。喂，第一关的滑车按下第二关的电容，产生电磁效应并启动电磁炮，然后小磁铁会向右推倒骨牌，然后象征着我们一炮而红，然后骨牌会推倒水，使水晶宝宝中原本看不到的字因为折射率而显现出来。然后好，另一支线的骨牌就是原本看不到的东西显现出来，象征我们不被名誉及荣华富贵蒙蔽了双眼。然后继续推倒骨牌，象征我们奋发向上，破除一切阻碍，往更高的境界继续迈进。然后第三关的寻机，象征我们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跟随前人的脚步，更深入去研究以前的东西。然后大象牙膏推倒骨牌，压向感测器，象征过程中有很多人支持并鼓励我们。然后继续寻机，象征我们努力朝梦想前进。好，第四关最后的小球左撞右撞，代表着我们的研究成果不限于地界，向外扩张，影响世界。然后我们的光电新时代最后会发散出哦。好，我们台下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开始来看这一队的展示。好，从第一关开始咯。一开始的车子会有三关氧化还原，然后这三关氧化还原分别显现出颜色的改变。然后第二关的会一开始是有电生磁跟磁生电，然后会推倒骨牌这样。然后第三关的车子就开始寻机，然后会推动大象牙膏。你们同学好可爱，直接把车子搬过去了。好，大象牙膏是成功的对吧？对，是成功的。然后等他一下，他会推到骨牌。雨妮老师今天看到好多大象牙膏哦。对啊，超多的。就是在那个大熊金枪团把它看当成是巨蟒，很特别的。好的，现在骨牌推倒了，现在呢那个主机的萤幕会显示 Go Ahead。好，出现了吗？然后寻机，继续寻机之后会继续推倒那个化学红绿灯，然后他继续寻机到那边去感测。他感测到颜色之后会开始播放我们张女的校歌。哎，你们要不要跟着唱呢？您播完了，唱完了，唱完了。三之六也是感测到黄色，它就会转动开关，然后要等它一下。我们会看到什么颜色？黄色。我们可不可以再仔细解释一下这个关卡的一些原理？是电控关吗？它是用那个
是指哪个？到现在有高速红绿灯。现在进行的反应。现在的红绿灯它是电蓝胭脂红掉进氢氧化钠还有葡萄糖所制成的溶液里面，然后它会因为电蓝胭脂红被氧化，它就会变成红色。然后久了之后，它跟瓶里面的氧气反应完之后，它就会变成黄色。所以我们需要等它一下。这个大概都会等多久的时间呢？这个不一定，我们的每次实验都不一样。对，所以今天也是要碰运气喽。是的。好，因为我们彰化女中是全部都女生嘛，所以女生在做这个科学实验有没有遭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还好，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女生，所以就会有什么劣势什么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是女生就有相对于男生的劣势，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是平等的。对，太棒了。那你们所有的关卡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有参考前几届的一些比赛，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创意去做出来的。了解。OK， 好，第四关的话就是左转右转，然后它有散射跟停顿，然后另外一边是化学龙卷风，然后最后是那个双狭缝。然后我们会选双狭缝是因为我在网上查它是光学最经典的实验，证明了玻璃有相性。结束了。好，非常快速，我们的化学就来得太像龙卷风这么快。好，我们谢谢彰化女中。那现在可能还在看一下那个三只，拜托再等一下。OK 啦。好，谢谢两位同学，谢谢。